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曙光迎来第104学年度的毕业典礼。我是于欣杰，我是刘嘉欣，大家好。想当初，在踏进曙光校门前，曙光对我们来说就是个谜呀。而今天，我们即将毕业。这三年发生的事情，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？三年前，我们都是个纯真的小少女。有多真？何彩珍、徐桂珍、陈淑珍。当我在教务处等待报告的时候，突然一道光照明了我整个人。我知道我来对地方了。是哪道光？唯我曙光。还记得在这个大礼堂，宝华修女会带领我们唱圣歌，哇，那个音可真是高啊！能到哪个音？有音！哇，那可真是高啊！每到乐声祈典礼，我们都得立正站好，望着遥遥而上的黄杆旗。这时候，总是会听到教官说：“哎，那个小班来，往前移一点。”怎么移呀？林静怡啊。而在曙光，重要的节日有三：圣诞节、复活节和男人节。重要的活动也有三：圣歌、文陶和快乐操。对，是快乐操。每次为了拿到 A 加，我都得完美旋转。啊，结果嘞，有 B 就该投手。有一次抱着只有一千分的考卷回家，我被臭骂了一顿。说了什么题目？就是什么什么什么，诚心感谢谁谁谁捐款。这简单啊，套上人名就好了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写王伟诚心感谢郭文捐款。你要说谁？哦，还有一题也是照样造句，他要你用如果和果然造句。你造的是林心如果然厉害。每一季的开始，代表夏天来了，提醒大家，当时的流行特别要小心野熟文。这种名字超猛的。其实我刚刚忘了讲，在我考试考一千分那一天，隔天发生了一件我心情不太好的事。什么事？我家下了张馨予呢。这么巧，我家还下陈燕宇呢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无论前天雨下多大，在曙光校庆当天就是不会下雨。为什么？因为天有曙光啊。随着炎炎夏日的来临，我越来越讨厌体育课。每次从警察校去打球回来，就会有了一身的无菌汗。所以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浴室脱掉两件衣继续沐浴喽。都可以啊，看是要陈冠玉还是要江梦玉都行了。